早上4:44。哎，算了 ，Let's go。好，抓到螃蟹了，先把钳子掰掉。有一只巨大，看一眼我们今天的收获吧，应该感觉还行。嗨，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是我们 Badminton Bay 5天4夜之旅的第一天早上，过来这边搞一下苏梅。昨天抓了一点螃蟹，今天的话我们就专心搞一下苏梅，希望会能钓到苏梅。不是甩得特别远，问题是，不是甩，我不知道甩得不是特别远。好，然后抓个钳。啊。哎，你已经有咬了，好快，咬中！哎，我的是寡底的，怎么感觉？我的寡了，中了中了，秒中！啊，十八，那我抽，这么大只。没有没有，我的寡底了，抢螃蟹压的，选的金出这么多鱼啊？金出一只有鱼咬是吧？哦，是不是近一点比较好？哎哎哎哎！中了，好，哇，挺大的，好。可以可以，拉上来拉上来，苏梅苏梅，有没有拍？有拍，苏梅苏梅，是不是要甩近一点啊？我们甩那个坑甩错是吧？拉出来拉出来，哇，挺大的挺大的，可以，哇，就是苏梅，哇吼，苏梅。第一条，第一条，哟，太帅了！给我视频开一下，六，你拿过来给我看一眼吧。哦，不错不错，哇，还有点蓝了已经。哇，这条很大，苏梅应该是40多吧？对吧？我觉得以上吧。不知道，量一下，等一下。啊。因为我们甩太远了，哎，哎，我也中了，过一条小的，
啊？不公平！我中的怎么是这一个？我中的是十九宫，人家中的是大叔梅。哎呀！啊？哦、oh, ，perfect。讲到哪里啊？我也不知道，要找一个比较深的坑啊。估计要一边吧。我那边还在不能让它来回，就是吹来摩擦。哎。不错不错，我还带了一个空余器，不过用不上。哎呦，你们那个小一点水吧，没事，小别摸的水。哎，大叔们也帅气。我看一下吧，这边是不是深的水？那边啊，只能是那里。但是我怕你的绳子会飘来飘去，会来回跑。找一个深一点的坑看一下，压子压着它。就这杆选的进。嘿，结果进了。我就说你那个哐哐哐的，而且摇头一点也不狠，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刺了他一头。那边那个坑，那边有一个空角，现在我先这个别磨烂了。拿石头压的。哎，那边有个围起来，那边看一下。这边我刚才从这边走，这个坑。哎，对对对对，这可以，或是放在这边也行。哎，帅！哎，我这个网已经有点破了，真的气疯我了。我最近中鱼都是这样子的，每一次呢，要关机的时候，它就中鱼。本人第一条大叔梅，52左右，52大叔梅，呼，哇！又是个人的新纪录，又是我们个人的新纪录。今天我们在 Bemerson Bay 这边运气挺好的，随便找了一个点，我们就中了挺大的树莓。哇，中了！好，呜呼，大鱼大鱼！哎，这条稍微小一点，也可以。我包厢了，牛逼了，牛逼牛逼！哎，来，我包厢了，爽。我帮你放吧，你记一下。我把石斑给你来钓，你来钓，你钓，我已经爆箱了，你争取你来。对，你已经 back limit 了，争取你来。哎，剪一下。就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右边那一点点。对对对，刚才我也是。真的不用甩那个，真的不用甩的很那个什么的。嗯。哎呦，石斑放回去吧。没事，这条大概应该是40多吧。哎呀，可以可以，帅气帅气，完全
就是有点陡。我刚才跑过来的时候，你终于。今天这是我们的收获，三条。有，我们高手已经是 back limit 了，我还差一条。我感觉差不多哎，我都不知道哪一条是我的，我应该差不多。这两条基本上就大小是一样，不过好像这条稍微胖一点。哇，挺大的，大概有个两三公斤左右，挺不错。眼睛好了，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的下午场开始了。感觉这个流水好大啊，水流很大。不行啊，流太急了，根本掉不了。弄个那个沉底的吧。这种场地全用来的是一个必杀，我跟你说。对，没法掉，流水太大 ，Karen 更。我觉得鱼根本都在。中了，中了，哦，哎呦，哇，可以，可以。哎呀，好小呀。可以，可以。哎呦。First fish, first fish. 打饵，打饵。妈 ，OK. This, 妈 ，OK. Just drop it. Drop it and leave it. OK. And open the bell alarm. OK. Let the drift take it. OK. Unless the line go crazy quick straight, and then you can pull it up. OK. OK, but don't let too far away.OK， 看了。哇，这把力好厉害！哦，太有意思了。解鱼小能手啊！哎，可以可以可以。嗯哼哼，行，嗯好，那先这样子，嗯，拜。回应烧光，我准备去买 KFC， 唔丢。你依度啲水哦，都系急嘅，但系缓翻少少，即系唔好似嗰度嗰啲水啵啵声一流到嗰边，即系缓翻少少咯。而家基本上已经系最高啦，你 feel 到已经过咗 oyster 啊，过咗 oyster 已经系最高了。为什么想没心情掉了？我想搞阿布罗尼，我真系好，哇塞！我真系好激动，我开始嘅时候心跳加速，哇，好大只啊，咁大只，哇，好大只！跟住一摸佢，跟住佢仲要系实嘅，跟住佢啜咗落啲沙度，仲系实嘅，我一摸，跟住一掹，啊，壳嚟嘅，激死！哦，真系几伤心。你冇嘢叫，你掹到佢出嚟啊？所以咪话咯，我摸开始摸嗰阵时候，因为啲壳，如果你摸嘅时候，佢就揭起噶嘛。嗰、那个我摸嗰阵时候，佢系实嘅，因为佢吸咗落啲沙度。跟住我摸嘅时候系实嘅，跟住一掹就空，跟住就知道衰啦。冇、如果佢咩，我夹硬叫佢应该叫得到，即系用手指搲佢就搲得到啊。阿波隆尼，阿波隆尼，阿波隆尼。